跟家人出席活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，然后特别开心，然后会觉得今天特别活泼。对，你我啦 ，OK， 好，我。很开心啊，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三个人这样子在媒体面前，刚开始还有一些就是从来没有过嘛的兴奋，然后来了以后看到彼此，我就觉得啊，就像唐唐讲的，就是很安定，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都会相互支持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能样样什么都行嘛，那彼此支持一下，我觉得那种感觉还蛮特别的。夫妻关系那么好，有没有什么秘诀啊，跟大家分享？就来自你们了，我还需要说吗？隋唐是我的女神呢、欸，她是我的女神，她因为是我的女神，我才把她介绍给 Tony 的，所以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，因为我喜欢的都在我们家，所以对我来说疼都来不及了，怎么有可能有那个？而且，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啦，唐唐，你说。生了三个，这个身材，我看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。单单这一点啊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。那三个宝贝有没有比较哪一个比较黏奶奶？现在应该都很喜欢你。你知道，他们都会到某一个年纪是最可爱的时候。当他们最可爱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会被他深深的吸引，然后慢慢他们就有自己的意见了。现在变得很可恶吗？没有。他一直都可以被取代。Max 小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就是，然后再来 Lucy 啊、哦，然后现在就是 Ollie 啊。Ollie 每一次一看到他就奶奶奶奶哦，他只要一喊奶奶，我就哟奶奶哟，好好希望给他一个最好的回应，然后让他知道我真的有在听你说话。所以我周末的时候都会很常拜访公公婆婆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自己当一个新时代独立女性出去晃一晃。啊，没有，其实哪里需要我，我就会去哪里。学校的一些活动都会，像我现在在跑地岛，我们差不多。